当媳妇儿在家看手机，啥也没干是。买点牛肉，媳妇儿，我看小区群里牛肉卖好，今天晚上咱炒牛肉，咱吃。你看，又新鲜又好。媳妇儿，看吧，这么好牛肉，今天晚上辛苦你一下，露一手，去做一下。啊、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怎么？哎呦我的妈！怎么？怎么了？啊！你脸上怎么都是汗？头上怎么了？一下我也没有闲着，可能有点低血糖。低血糖？坐下坐下，先坐下休息。要不要给你倒杯水？喝杯水。不用不用。喝。头晕啊？嗯。头晕，我来做，你去上床等着，我做好叫你。可能是这几天上网课被我儿子折磨的。你让我缓一会儿，缓一会儿我就去做。媳妇儿，你这两天累成这样了，你还干什么了？干？谁让你干的？我回家我干事了，我下去买菜的功夫，你就把卫生给打扫完了。你这么。勤劳呢你、啊，辛苦了媳妇儿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上床躺着，这牛肉我来做，我给你做牛肉渣，快我上床行吗？行，不喝点水了？不喝，我抱你去，别动别动，我抱着你去，抱着你啊啊，抱好了，一二三，好了，走了，好，媳妇儿，过来了，上床躺一会儿，躺一会儿。什么也不用干，光躺着行。轻点儿，哥，把我摔倒了你。没事没事。来，这豆子，枕头，躺一会儿。先盖个小被子行吗？盖着吧。睡一觉。睡一觉啊。嗯好。睡觉，我做好了叫你，行吧？好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渴了，我随时给你倒水。嗯好。好吧。好。先走了。好好休息啊。好。哎呀，美，等会儿小地主，一会儿就吃晚饭了。怎么了，媳妇儿？笑什么狠啊！你到底行不行啊，你？